如果你的心跳达到光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阿诺，你在做智力检测吗？放松点，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咋的，你还不高兴了呢？你想证明一下你的智商有多高？你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我有一个主意。阿诺，这个环境感觉咋样？当大脑获得大量营养时，它的工作效率会提高，这可以通过快速血液循环来实现，就像开二等的路飞一样，一针肾上腺素就能把你的心率提升到220次每分钟，40杯咖啡能提高354每分钟。快看看你的大脑营养够不够充足吧。哇哦，你个沙雕，你还是回炉重造吧。现在我们要把你的心率跳到30万次每秒，这时血管内的血液流速将达到音速的20倍。如果你的心跳达到光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阿诺此刻即将毁灭，他的血管承受不住碰撞，而他的心脏也无法收缩第二次，那我们就只能把你的心脏升级成一台发动机了，把血液改造得更粘稠，这样的话效果将完全不同了。阿诺，现在你变成超人了，身体所有循环都加速了几千倍，这将会是你生命中的高光时刻。现在的你绝对是人类中最牛批的存在，或者连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都会在你的指导下成功让人类科技进步上百年。但由于你的新陈代谢加快了，你需要不停地上厕所。别慌，这不会太久的，你的身体只能承受最多2个小时的压力，然后你该凉了。阿诺，你忘了刚刚的智力测试了吗？去了天堂后记着不要断指呀。